学会沉默，学会忍耐，学会放手，学会看清这个世界的冷漠。他们对你说你要面对现实，别妄想改变，空想成功，学会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实。到底怎样算是真实？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委屈何时开始更迟，从不敢正视到反抗政治，我就用了法律上次梦想的发条持续发酵，战斗不停的勇者。那个师兄，谢谢。谢谢。给你点了海参，可以滋补一下身体。嗯，我没听错吧？他居然跟我说了谢谢。我哥其实是一个智商挺高的人，但是你知道，智商高的人往往就是……原来高俊和星木集团走得这么近了。谢谢。两位的甜点请慢用。嗯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啊。一定很好吃。我不喜欢吃甜食。为什么？吃甜食可以让心情变好啊。我不需要。哦。喂，师兄，我们来做个交换怎么样？什么交换？除去今天这顿饭，你还欠我一次。那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来抵消另外一顿咯。什么条件？你不要卖房子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不要卖房子，公司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。聂思雨，你为什么要来品丽？因为你呀。我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们毕业于同一所学校，你又是学校的大大大大神，作为敬仰你的后辈和你的学妹来投奔你，很正常啊。怎么，你不会不知道你在学校有多出名吧？聂思雨，在。我是个对设计要求很严格的人。嗯。我不管你是为了谁来，不管你有什么背景，嗯，我对你的要求绝不放松。明白，我内心很强大的，请师兄哦，请师父尽管调教。那师父，我的要求你是答应啦？
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冯叔叔。哟，今天这丫头是怎么了？嗯，不对，有大餐的味道。快告诉你，冯叔叔，今儿晚上跟谁约会去了？冯叔叔，你就会取笑我。嗯，爸爸，我和你说，我成功了。嗯，我今天拜了一个特别厉害的师傅，您猜他是谁？我猜猜。哎，这不脸上写着呢吗？高高姬运俊，没错吧？没错没错，就是他。他居然真的收我当徒弟了。他当时在我们学校可是超级有名，超级厉害，超级……嗯。哎，等等，我能请教您一下吗？您真的是去学设计的吗？爸，瞧您说的。我看你爸说的对，看你高兴成那样，我还以为是高俊向你表白了呢。爸，风叔叔，我先回房间去，不跟你们说了。哟，还害羞了呢？这八成啊，是看上高俊了。哎呀，女大十八变呢。刚收到消息，赛马资本投资杨迪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资料哪里出问题了？我问过华子夫了，不是资料的问题，是他们综合考虑两家的实力做出的决定。不过星木集团的刘峰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聂总想约见你。星木？对，聂振强。什么时间？不急，随时都可以。资料需要重新准备。嗯，你帮我通知庞达，把所有设计师18春夏的企划案和设计稿都准备好，我要亲自一个一个检查。嗯。那个，太，我也是才听说，早知道我就不跟你争了。没关系，公平竞争而已。要不这样吧，我那笔钱还没动，你要是需要的话。谢谢你，我不需要。高俊，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知道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。成吧，咱不说这些啊。啊，你最近有没有空啊？一起吃个饭呗。谢谢，我很忙。喂，高俊，高俊，人家都挂电话了，你还鬼叫什么？你刚才演技那么烂，要是我早就挂电话了。有吗？我怎么觉得不错呢？只要你帮我把设计这一块弄好了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思雨。啊？你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啊？请人吃饭呢。男朋友吗？嗯。你这人真奇怪，别人请你吃饭要排队，你却这么积极请别人吃饭。我是有事相求，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。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时间不够了，拜拜。嗯。嗯。今儿是什么好日子啊？怎么突然想起来请爸爸吃饭呢？今天我领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，第一个就是想到了请爸爸吃饭。感谢您把我生养得这么好，来，爸爸尝尝。今天你这小嘴儿跟着红酒，
一样甜呐。说吧，是不是要我给你介绍男朋友啊？爸，您说什么呢？我哪有什么男朋友？没有男朋友啊？那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吧？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。不过我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您，是想跟您讨教。讨教？嗯，甭客气。我想知道爸爸您在选择投资一家公司之前最先看中的是什么呀？嗯，看人呗。其实啊，不同的项目，不同的发展阶段，重点肯定不一样。但是爸爸的经验呢，一个初创公司最重要的呢就是人。嗯，因为在这个阶段呢，他们各项方面都不太完善，所以最值钱的往往是他的创始人和他的团队。创始人和他的团队在视野、能力、格局方面决定你这个公司啊未来有没有发展。除了这个呢，互补也很重要。投资人和被投资人之间除了钱的问题，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契合度。哎，丫头啊，嗯，不光是投资哦，其实感情也一样。看对一个人很重要，但是互补也很重要哦。爸，你怎么又跑题了？嗯，那你有没有自己侧重的维度啊？当然有了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每个阶段他侧重的地方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执行力、思考力、魄力都很重要的。如果对一个初创公司来讲呢，爸爸觉得更重要的是思想执行力。也就是说，他一定要有魄力。假设仅仅是困于财务或者是缺少机会，这个没关系啊，爸爸可以帮他的。那爸爸怎么样才能让您看到这位领导人的潜质啊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，除了思想还要有执行力，当然更重要的是思想，这是有别于其他人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。嗯，如果一个人连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，这肯定不是咱们考虑的范畴啊，你说呢？嗯，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可以吃了吧？可以了。改一下啊。Okay. 嗯，哎，这里在。喂，什么事？师傅啊，真不好意思，恐怕您又得欠我一个人情了。怎么了？我今天去闺蜜家吃饭，她爸爸是一个特别厉害的投资人，然后我就顺道向她取了取经。你想不想知道她说了些什么？哦，说什么？他说了挺多的，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点他又说到，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作品和演讲都要有自己的灵魂和思想，这是区别于其他人的，而且一定一定要让投资人看到。嗯，不错。我觉得与其被动的等待他们去选择我们，还不如我们主动去出击。嗯，直击对方的软肋，这样成功的胜算会更大。看来今天晚上你学到不少啊，都可以当我的师傅了。师傅在上，弟子可不敢逾越，真正的干货还得看师傅的。谢谢你，你这些话我都记住了，早点休息吧。那师傅也早点休息哦。好。怎么了？嗯，我闻到八卦的味道。我应该让你负责媒体，说不定可以带领公司转型。非也非也，我对娱乐圈的八卦并不感兴趣，反而是对我身边的人。这
就好像埋在地下沉淀了十年的陈酿一样，越挖越多，越品越有意思。做完没有？回去继续工作。好好好。约会了吗？搞什么啊？你看看这个厨房有多脏啊，有烟熏过没有啊？你做些什么东西每天在这里？家里的孩子你也不管一管，哪有人像你这样当妈的，太过分了。每一件品例都有一处独特设计，我们坚持让设计师在品例的作品创作当中天马行空，按照自己内心的狂想去肆意发挥，并不妥协于庸俗的审美，保证每一件。喂，我觉得高俊跟聂思雨有问题。不要胡说。喂，真的，昨晚我跟高俊加班的时候，聂思雨还打电话给高俊。高质量标准制作，打电话可能是工作上的事吧。怎么可能，聂思雨才来了几天，那么晚还打电话高俊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喂，我告诉你，昨晚下班的时候高俊消失了一会儿。通过线上线下达成品力服饰消失年销售量达200万件。思雨啊，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啊？请人吃饭呢。男朋友吗？嗯。怎么样，你也觉得有问题吧？我想给各位表达的就是这些，谢谢。谢谢您的汇报，很精彩。您客气了。我会尽快安排进调，评估结果一出来就会通知你们。有劳。嗯。嗯。走吧。慢走啊。嗯哼。
我们家思雨宝宝的眼光真不错，这个高俊又帅又有才华，气质也不错，就是人高冷了一点。嗯，这丫头昨天晚上套了我很多话，这不今天就派上用场了吗？她能套出话来，那还不是因为你愿意放话。不过这次这么轻易咱们就搞定了。一个人在高处的时候，眼睛往往看不到危险，而在低处时，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逃出升天的机会。嗯。喂喂喂，感觉怎么样？应该没什么问题。Yes， 我就知道我庞大没有飞黄腾达那天一定不会被人干掉。走，我们去喝一杯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呜！事情还没最终落定，小心乐极生悲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昨晚我找大师算过，他说啊，没问题。哈，昨晚我们几乎忙到通宵，你还有时间去找大师算卦？在梦里。哼。哎，你怎么一脸苦瓜脸啊？哦，我觉得事情太顺利了，会不会有问题？拜托，他才刚刚好，你又开始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平力男子天团一出马，怎么会搞不定的？对方不跪着唱征服，都已经偷笑了。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不相信我不要紧，哎，我告诉你，这绝对没问题的。聂振强，聂思雨，留在你的城市里，我不想去寻找你，这里没有什么改变，只是物是人非，在每一条街道，在每一个转角，想象遇见你的时候，我该如何逃跑？在陌生的地方忘记你，用空白来填补自己。骗过了今天，度不过明天，周而复始的纠结，在熟悉的城市忘记你，用过去来填补自己，快乐今天，悲伤了明天，一年又一年的重叠。那里的风光无限，只是没你陪伴。在某一个瞬间，在某一个地方，害怕想到你的时候，我会难以自己。在陌生的地方忘记天，填过了今天，读不过
的城市，忘记你，用过去来填补自己。快乐今天，悲伤了明天，一年又一年的重叠。我还没有习惯美丽的夜，没有你的夜，在陌生的地方忘记你，用空白来填自己，骗过了今天，躲不过明天，周而复始的纠结，在熟悉的城市忘记你，用过去来填补自己，快乐今天，悲伤了明天，一年。我想去寻找你，这里没有什么改变，只是物是人非，在每一条街道，在每一个转角，想遇见你的时候，我该如何